下面讲虚实真假。已经讲过了寒热真假啊，临床上应该我们只要抓住哪一步中心先见的是真，外部磨单是吧，这个后见的是为假，抓住这些，特别是胸腹部的温度等等，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表现。当然结合小便啊、舌质啊、脉象啊等等来综合判断，真和假应该是可以编得出来的，不会出现这种不能认识。真正不认识的很可能还是粗心大意，没有引起重视。你像那种虚阳忽约呆阳症的病人，很可能就认为是一种阴虚阳亢，那样去理解了，实际上这种情况有的。虚实真假，雷经之要里面讲，直虚有身后，大事有雷状。直虚极点最虚的时候，反而出现了神后充神的表现，一个大实症反而出现身体消瘦、羸瘦、羸弱的现象。真实假虚是讲本质上属于实症，反而见到某些虚羸的现象。真正的一个实症，见到某些虚羸的现象，比如说肝急、肝硬化、骨胀、枯水、等等。一个癌症、癌病的病人，里面都是有邪气结住在里面，淤血、癌组织是吧、水等等结住在里面，但是他可以见到某些假，身体非常消瘦，所以他的出现什么问题啊？皮断沉静消瘦磨细，一些这应该说一个实症的病人，他不应该磨细，身体应该还比较强壮，应该是反应激烈，不会疲倦沉静。我们讲实症的特点的时候讲了反应是明显激烈，症候明显激烈，那么他现在不是明显激烈，所以这些情况和一个真正的完全单纯的实症不相符。但是他又有什么问题呢？又有身高奇抽胡硬没有力，一些真正的实相，里面有实邪，腹闷满，这是可能的。实际上这种病人呢，你说他就是脉搏有力啊，身高奇瘦，那也不见得。所以这个虚真实假虚真虚假实啊，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虚实夹杂在一起，不能说哪一个就是虚哪个就是实。所以寒热真假还说它里面有一部分反应不像热症，有些表现不像真正的寒症，还有点说得过去。这个虚实真假实际上不好那么理解啊，实际上内有极直，经络走至，气血不畅，体表确实就是有虚，只能说这种病可能是因实而导致的虚，不能说实是真正的，这些虚都是假的。也不一定就是都会见到这种，没很可能就是无力，声音可能就不高。只是这种病人曾经有的病人呢，由于实邪在里面，他不愿意讲话，一讲话他不鸣则已，一鸣就惊人，也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啊。那么严格地说它是一种虚实夹杂症，因实之虚，虚实夹杂这种表现。它的原因就是由于急局了以后，有些急啊，内部有真急，走之了气血，所以气血不畅，不能够机体得不到气血的濡养，所以表现有虚的症候了。真虚假实是本质上是虚症，反而见到某些实症的表现，本质上是一个虚，而反而出现了一些实，好像属于实的表现。你比如说我们讲那个肾衰的病人，肾功能不全了，水肿，那可能好像是实吧，胖吧，回胀，回胀的人
单做呼吸。过去讲回藏的人怎么样啊，奇形于种，奇形于种啊，单做呼吸啊，把这个手啊撑着在这里张口抬肩呢，好像是一个很庞然大物，所以叫它奇形于种。它不是真正的种，好像整个形体好像是种，实际上它是一种单做呼吸回藏起来了。那你说它那个种是实还是虚啊？肯定是实，虚。虚性的便秘，大便解不出来，北京好像是北住了，月经不来了，但是气血不足。回光返照的时候好像要神志清楚啦，想见亲人啦，要想吃点东西呀，把要说的话都给你交代清楚啊，它不是个真相，不是真相。所以这真虚假实，真虚假实，它的假可以表现为胡满喘抽二便不离等等，呼不满，气喘，呼吸咳嗽，大便解不出来或者小便解不出来。但是它有一些条件，就是病胡满实解，气喘而胆，不是一定是那个呼吸很咳嗽啊，加快，而是节气不到，气喘是节气不到，他这个一定还有疲倦，有摩虚等等，一派虚的症候，一派虚的症候，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由于正气衰疲了以后，阴血亏虚，云滑无力，气机走之。为什么大便解不出来？为什么他会有喘？多半是正气衰疲，运化不利，有的小便不通。为什么小便不通啊？神阳不化气，不能够化水。为什么大便不通啊？脾虚实运，或者是中气不足，都可以导致吧。它的运化不通。为什么会北京呢？其阴血亏虚本身就没有了，所以它这些症状是由于正气衰疲、运化无力所导致的，气机走滞所导致的这种表现。虚实真假的鉴别，虚实真假的鉴别也有很多说法啊。我们鉴别虚实真假主要从什么地方说呢？一个是摸的有力无力，这是一个鉴别的很重要的力量。脉搏仍然显得是有力，那应该说，我能说，甚至说主要是实。实际上，有的病人可能也表现为不一定是有力，也不一定表现无力，力量还是中等的那种情况有的。舌质的老和嫩，舌质的老多半是实症，嫩多半是虚症，或者说主要是虚症。我认为。真假虚实啊，虚实真假实际上是举和词的问题，阴虚之实还是阴实之虚，只是一个先后举词的区别，而不是真假的区别。体质的状况、传身的情况、病的心酒，这都是鉴别虚为举还是实为举的重要根据。虚实症候实际上是一种多维虚实夹杂，就说不是真正的一个真假，是一个夹杂，既有正虚的方面，又有邪实的方面，因此不能认为是真实假虚，还是真虚假实。虚也是真的，实也是真的。一个病人上就是既有虚的表现，又有实的表现。所谓真实假虚，可能就是先有实后取虚，实为举，虚为词，真虚假实可能是先始由于虚，后才出现实，虚为举，实为词，是这样一个问题。虚实夹杂与虚实真假很难得区别开来。我们还前面还讲个虚实错杂。正候挫杂就包括了寒热挫杂、虚实的挫杂，虚实挫杂就是讲有虚实夹杂。这个病人虚实真假实际上就是虚实夹杂，而不是所谓的真正的真假，都是真的。
临床就是要分辨它的轻重主次和先后，孰轻孰重，因果关系，就是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它是因虚了而知实，还是因实而知虚，因为实而导致虚，还是因为虚导致的实，是因果关系、主次的关系，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认为真假虚实真假不是真正的真假，而是夹杂、戳杂、主次、轻重、因果，是这么一个关系啊。第四大点，症候的转化，我们讲了症候相间，广义的是任何症候都可间在一起，狭义的是讲它在寒热虚实上没有矛盾。第二个是讲症候的错杂，就是夹杂在一起，可以出现了矛盾，两边都是真的，没有假。第三个讲真假，就是本质上它是一个热症，一个寒症，或者一个虚症，一个实症，而可见到某些热症可见到某些好像是寒的症状，寒症可见到好像某些热症的症状，虚症可见到某些实的表现，实症可见到某些虚的表现，那是症候的真假。第四个讲症候的转化，由一个症转到另外一个症，转成了他对立的那个症，原来是个实症，现在变成虚症了，原来是一个寒症，现在变成热症了，转过去了，不是错杂真假，真假是有两方面的症候，错杂有两方面的症候都存在，这个是完全由这方面转到另一方面去了，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就是本质和现象都发生了变化。我们讲寒热真假、症候真假是讲本质和现象出现了不对应的现况，不对应了，出现了矛盾。错杂是讲寒热虚实从本质上有矛盾，这个没有矛盾了，是讲由这个转到了一个先后的问题了，都已经变化了。但是在转化之前，常常有一个量变的过程。有的时候一看这个症已经转过去了，实际上转过去也，我们在换虚也，它总也还有，虽然这一下就换过来了，它也可能还有一个过程呢。这过程你如果可能有时候慢一点，有时候快一点，有时候你被你医生正好在这过程里面划线的，也可能一下没划线。昨天看这个寒症，今天为什么一看变成热症了？它这个寒热转化的那个过程，可能就是昨天半夜里面呢，十二点呢、一点呢，可能转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所以它实际上有一个量变的过程。这个量变的过程很可能就存在于所谓的错杂、症候的相间，有那么一些关系。转化的后果，转化的后果有两种情况，它的后果啊，于后，一个是由轻转重，由浅于深，由轻转重，这是发展；还有一种是由深而浅，由重而轻，当然是好转。这从于后来说，转了嘛，一个寒症变成热症，一个热症变成寒症，虚症变实症，实症变虚症，变了，变了到底好不好啊？有的好，有的不好，由深到浅，由重到轻，当然是好；由轻到重，由浅到深，当然是不好。表里趋于，趋于啊，用的词是用的趋于，不是用的表里转化。它总的说属于一个转化的范围，这个范围之内用的词是用的表里趋于。就是病位上出现了变化，表邪于里了，本来原来是个表症，邪气在忽表，我们讲表症的时候是外邪从体表进于，真气抗邪于忽表浅层，现在表邪跑到里面去了，跑到内部脏腑去了，或者是里邪外达，从里面的邪气从外面跑出来了，跑到外面来了，
这个表里的转化干什么？可以切转归，可以改变治疗方法。哎，治疗方法我们经常用到的，你比如说一种叫做结氮的疗法，这就是提的最那个的，就是上海各地的名医江春华。江春华他就提出了结氮流转病史。结氮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地人要从这个地方要往里面进攻了，我在中间黑山阻击战，走在这个地方截断它，不让它往里面去流转，我甚至把它原来是往里面去，我现在在后面跟你来搞点矛盾，那个部队它必须转回来，不会往前走了，它要倒回来了，倒退回来，截断流转，或者是因时离道，这两个是不相同的啊。截断流转是知道往这方去了以后，我来跟你把你原来的这个路给你抖断，让你转回来。因时离道是什么问题啊？他向上的时候，我就借着你这个机会，跟那个搏斗的时候啊，一种截断流转，你这一团打过来，我这一团给你截过去，两个对起来了，给你顶回去了，这是截断流转。那个因时离道什么呢？你那个进攻你来，一进攻来，我的手迅速一拖，让你就把你那拖出去了。有这种打法吧，是不是啊？你那的时候我就趁时你冲起来了，我就让你再冲一下，冲到墙上去吧，让你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因时离道。他想解大便，这个邪气他要通过大便排出去，你就让他往大便排，不一样吧？因时离道。有表于里是讲的表症消除了，原来有无寒华热梅虎，最重要的标志是不是啊？无寒，现在不无寒了，梅不是单纯的胡梅了，出现了什么呢？里症了，里症了，表症的不明显了，没有什么表症了，而是里面的咳嗽气喘啊，或者胡通胡邪啊，胸闷心悸啊等等，里面的症状非常明显。我们讲里症什么特点？脏腑内脏的症状明显，头厥为主要，而表症的特征症状消失了，所以表症没有了，里症头厥了，这就表证了表症于里，说明邪气由浅于深，病势是发展，一般见于外感病的中期，这是常见的，表症于里是很常见的，很常见。另外一个是由里去表，是讲的什么东西由里去表啊？是讲的邪气由里去表，里面的病邪向外投打所表现的症候，邪气向外面投打出来了，表现了在外面出现了一些症状，这是邪有出漏的表示。那个邪气背在里面没有出漏，烂在里面关门留扣不少事，让它要有出漏，现在邪气有从外面偷出来的这种表现，当然是好的。病情对病情来说是有利的一种表现，可以表现为什么一些表现？比如说麻疹，这个麻疹的病人，小孩子发烧流鼻涕流清涕眼泪汪汪，烧了两三天以后他就应该要出疹子了，三天了左右就应该出疹子，还在那里烧，疹子就去不出来，里面就滑热咳嗽气喘，病发回炎了，病发回热病，那当然不是好事。如果这个时候麻疹的循例的出来了，这个疹子出来了，出了疹，那说到你说这个疹子不是好事啊，出疹子我们要好好的能出什么疹子呢？但是出了疹子说明这个邪气出来了，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白背，白背也是吧，这白背也是湿热之邪向外投打的一种表现了，至少他投打的时候出汗不畅，所以出现了一种白背。可以吧？因为我就曾经看过有一个病人，一个很典型病人呢，是湖南涟源的，他那时候看他已经有五十多岁啊，快六十岁，尿毒症，就是肾功能不好啊，已经小便了基本上排不出尿来，这种表现。
他原来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好，他说他原年轻的时候就曾经上山打老虎，曾经真的打死个老虎的。不是说武松打虎用手，而是用枪打死个老虎。他身体原来是很好的，后来得了这个肾炎了，尿毒症。尿毒症了以后，小便就解不出来。但他出现一个表现什么呢？他的皮肤上一痒的时候，隔那么一两天了以后，这个皮肤上面呢，他特别这个腿上面呢，就出现一种那种白霜一样的表现，就像实际上就是那个氨呐、尿素啊，从这个皮肤上面出来了。他这个时候，他什么那些症状啊就减轻，小便也变得小多一点、轻一点。他如果这个小便解不出来的时候啊，皮肤上又不出霜的时候啊，就最难过。他这个皮肤上出霜，那到底说这个皮肤怎么能够分泌这个尿素，怎么能够从皮肤跑出来呢？我就真的认识看到了这个病人，他这个皮肤上一出现霜，皮肤一瘙痒，他就知道，皮肤上一痒啊，这好现象，他就会这个皮肤上就会现尿霜现出来，就一种这个尿啊，一种结晶呢、就跑到皮肤上来，他这个时候他症状就减轻了。那说明这个尿都什么样啊？通过皮肤已经排出来了，所以这是种什么东西啊？邪气由里出了表，由里出了表。温热病的过程里面啊，出现白背、黄疸、斑疹等等，这应该说本来不是个好现象。我们好人正常人不应该出白背，也不应该出现黄疸。实际上如果这个黄疸在里面，它跑到血里面没有去出来，我看那病情不是好现象。出了黄疸，这个黄一下出出来了，它反而也是一种偷化出来的嘞，是不是啊？这个胆红素啊就跑到皮肤上面来了，也是一种邪气外透的表现。当然另外一个说明，有的人说这不是好现象，这种邪气扩散了，也这样认为。但是按我认为我的理解呀，凡是这种温热病呐、这种在里的病呐、出了汗、出现白背、黄疸、出了疹子，它实际上也是一种邪气外达，有一条出路的表现。出路的表现，如果出了以后生热减轻、还燥减退，那当然是很好的现象。当然出了以后又不好，仍然在那里发高烧，甚至神志昏迷了，那当然是不好现象。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抵抗力向邪外达、驱邪外除的一种表现。它不等于这个，请大家注意，不等于里症转化成表症了。这种我是讲的由里驱表，是讲的邪气由里驱表，不是讲的由里症驱到了表症变成了表症，是不是啊？为什么不是里症变表症呢？表里应该转化应该什么？表症与里是讲表症消失了，而表来里症为主。现在是不是里症消失了？这种病人并没有消失，还是有，这可能减轻一点是可能的。是不是变成了表症呢？更不是出现表症。我们讲的表症是一种特征性的、特殊的表现。什么表现呢？鼻无寒，没糊。鼻涕、喷嚏、鼻舌，是讲的这种特征性的表现。那么这个病人是不是？哎呀，今天我不寒得很严重的打喷嚏啊、流清鼻涕了，不是出现了这个症状吧？因此，它不是由里症变成了表症，只是里邪驱到表面来了，所以叫做表里驱瘀，里邪驱表。张景佑讲得非常好，病必直表而瘀者，方得为之表症。只有从外而进来的，楼迎外邪，瘀毒惊袭引起来的，才叫做表症。我有内及外者，便非表症也。这个症状啊，由里面跑到外面来，病邪由里跑到外面来，便不是表症。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表征的那种特征性表现。特征性症候我讲得非常清楚，鼻有症、特征症，它没有那个表现，所以它不是
里证变成表证。第二个，寒热是转化，那是真正的转了，寒证变成了热证，热证变成了寒证，转化。转化的关键，寒证变热证，热证变寒证，转化的关键是阳气的盛衰，阳气的盛衰。好，寒证化热，就是原来是一盘寒证，冷白痛迟转五个字吧，现在冷白痴痛迟转没有了，而变成了热红肝索脉，变成了热症了，原来的症状消失了，变成热症了，那么就是由冷白痛迟转是已经消除了，变成了热红索肝。有这种情况的，你比如说寒鼻变成了热鼻，什么寒鼻变成热鼻啊？原来关节冷痛，往往我们就是用什么油啊？乌头啊，胡子啊，苍徐啊，桂枝啊等等这些温热的药。好，这药吃了以后，好啊，吃了以后不冷痛了，好一些了。好，这病人还吃，哎呀，这药吃得好，我还吃到20壶，一吃，哎，关节又痛起来了，变成什么东西啊？索热了。热痛了，没说了，口干了，色红了，那寒症变成了热症了，冷笑变成了热笑，小本来一般来说多半是寒，小喘的多半是寒，我这个哮喘的病人，我跟你用这个热药，大热药用，很大变成，原来吐一点白痰，现在吐黄痰了。原来口不干，现在口干了，那个变成热了吧？阴居，阴居，我们讲居属于阴，那很深，它里面一滑脓，穿孔溃破流脓，在那滑脓阶段，也可能是表现为一种热症的表现，都可能。所以这种寒症滑热是常见的。那么为什么会滑热？主要是阳气旺盛，或者是你这个。用了温草胎油胎国，它自己转化了，反正里面的阳气是旺盛，阳气如果不旺盛是转化不了的，寒湿化热变成湿热一定是阳气旺盛，热症转寒，热症转寒，热症转寒就是热症原来是热症消失了，变成寒症了，完全变成寒症了，原来是热红缩干，现在变成了冷白通迟了，我们讲寒热，热红缩肝烂，冷白通迟断，由这个热症没有了，原来是发热，现在不发热变成怕冷了，原来是红现在白了，原来是没缩现在没迟了，等等变过来了，完全变过来了，比如说常见的鱼兜腻，那种急性准力，急性的爆发性的，那有的那小孩啊，他根本上没有出现拉痢疾，一高烧很快出现亡阳了，出现亡阳了，那么这种像原来是热啊，一种热症的表现呢，他病情就很严重，邪都很严重，很严重，那么出现亡阳了，出现亡阳，我就曾经碰到过这个，那是在农村医疗队，那时候农民还比较老实，就碰到一个小孩高烧，高烧当然他用清热，我记得还是用的麻杏石甘汤，那个药刚点回来吃一副药还没吃完，小突然很快就死掉了，马上一个电话打来，这病人吃你药吃死了，实际上也不，我的药还应该说也没有开错，他病情就有那么发展快，那是老师啊，那现在的话那恐怕就打人了，就困起来，那我就出来感情出来以后那可能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个那病情发展很快，像这种情况下原来就是热症，后来死的时候又问那个情况，那也是面色苍白啊，出现那个表现了，就是说那种病急性的，实际上那小孩就是一种急性的肺炎，像这种很快的病呢很可能出现，
热病久了以后也可能出现阳虚相等等这种情况，它为什么邪气太严重了，导致阳气的衰亡啊？血虽然已经衰退了，但是正气已经虚到了严重极点，是吧？这种情况，热症转寒症，一般来说是病情发展，说明阳气已经衰疲了，阳气不足了。它原来是热，现在的抵抗力正气已经不行了，出现这个情况了啊！要注意，请大家要注意，就是转滑和真假的比较。我要学生来辩证，就出过这样的问题啊。要学生思考。从阴比阳，那是讲的什么呢？从阴比阳是讲的阳阴到了极点，两个阴加在一起必然转成阳，这是讲的真假。真假从阳比阴是讲的阳症转成了阴症，是真寒症，就是我们讲的寒热转化呀，是讲的这个寒和热，寒症化热是讲的真热症，寒热症转寒是真寒症，这都是真热真寒，不等于这个寒症化热不等于真寒假热，热症转寒不等于真热假寒，这应该鉴别得了，应该也概念上理解得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们的区别，我就比如说我举这样一个病人，有一个病人原来昨天或者是前天咳嗽厉害，体温39度，口渴尿黄，什么症呢？便症，这还有很多症状了，是吧？最主要的症状我没讲舌质，没讲脉象，说最主要的症状是这样的表现，那应该是什么问题？这显然说这是个热症吧，咳嗽，体温39度，口渴尿黄，应该是真热症，里实热症或者是回热症，以咳嗽为主要表现吧。现在出现了自冷、面白、神昏、没晨曦，是什么症？如果到这个地方打指，到这个地方一看，自冷、面白、神昏、没晨曦，好像是一个寒症吧？是不是个寒症呢？好像是个寒症了，自冷、面白、神昏、没晨曦，好像是寒症了。字是冷的，面色白的，好像寒症了。那么是真正是寒症还是不是寒症呢？你怎么鉴别啊？它有可能有这么几种：一个，假设没为，体温只有37度，原来是39度，现在体温37度，脉搏又微弱，呼吸也微弱，胸腹部一定怎么样？体温至37度了，胸腹部一定是不说热，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那是什么问题啊？这个属于什么？热症，原来是热症吧，转成了寒症，甚至到了如果是一出汗的话，冷汗淋漓，就是亡阳了，是这个问题吧？好，是不是就这种情况？如果另外一种情况，脉搏仍然有力，体温是40度，呼吸粗糙，你看知冷、面白、神昏、没晨曦，但是晨曦有力，知冷、面白，但是体温40度，或者说胸腹灼热，呼吸神昏，但是呼吸很粗糙，这是什么问题啊？这是真热假寒症，这个热厥是什么厥啊？属于热厥，所以同样的是个病情发展，所以啊，表现有它这样的一个共同表现，但是根据这些不同就可以辨别出来啊。如果是脉搏无力，体温是40度，出冷汗，有这种情况啊，面白知冷、神昏、没晨曦、无力、出冷汗，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有亡阳的方面吧，阳气虚衰的方面，但是他的体温40度，胸腹部灼热，那说明什么问题啊？是内背外脱，内背外脱，背在里面了，外面已经虚脱了，肢冷面白，脉搏无力，冷汗淋漓，是不是啊？他这个属于什么呢？实际上是夹杂，有寒的方面，有阳衰的方面，又有湿热的方面，这病情是复杂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辨别，啊，根据病情不同进行辨别啊。亡阳和热浊，特别这两个问题，都是发生在病情严重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下一不小心很可能你就搞错了，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鉴别，因此要同学自己制一个表，你从他的精神神情面色舌相脉象呼吸体温脉搏血压出汗口渴胸腹部口鼻等等来区别真热假寒症，它是个真热假寒症还是个阳气阳衰油脱亡阳症，就是这像这个情况，那你要给我鉴别清楚它的机理是什么啊？要学生回答。第三个是虚实转化，刚才讲了表里趋于寒热转化，还有虚实的转化，虚实转化有实证转虚，原来是实证，现在变成虚证了，实证没有了，完全变成虚证了，这种情况是有的，有的啊。而病的开始阶段是个实，后来隔了好久了以后就变成虚了，邪气是没有了，但是正气虚了，则色诊脉象等等原来有实都变成了现在的虚了，这是常规常见，病情发展也说一般来说是比较必然的过程，实证变虚啊，病久了以后必然会虚啊，必然会虚。虚症转实，原来是一个虚症，后来变成了一个实症，后来变成实症，那为什么？那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应该说不是完全的虚症变成了实症了，应该说就是正气慢慢恢复了，抵抗力强了，它的斗争邪争斗争的形势剧烈了，症候明显了，剧烈了，并不完全是虚症转实了。我认为啊，这是一种由正虚为主变成了邪实为主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过来了，很可能还是一个虚实夹杂，里面有既有虚的问题也有实的问题，并且病情表现以实作为突出的表现了，以实为突出表现了。你比如说一个心阳气虚的病人，心阳气虚，心干什么呢？能够推动血液，心主血液，心阳气虚的应该说它的血液运行就不畅，血液运行不畅的时候可能在某个时候头眼这个血淤塞在哪个地方，堵塞在哪地方，出现血瘀，这个时候出现了刺痛，甚至这个当花洗死，真心痛，脚头痛，针头痛，痛得很厉害，刺痛，原来是慢慢的虚弱的一些虚弱表现，那么现在变成了剧烈，症状剧烈，疼痛明显，寒热明显等等，可不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啊？可以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有一个虚在那里些，这可能以实为主了。原来一个脾肾阳虚的病人，不能够气化血液吧，血液气化失常了，那么现在水湿都停留在里面，肿气很大，小便不通，大便甚至也不太通，水肿得明显，浮胀明显，这个症状很突出了，变成以湿为主了，变成湿为主了。一个湿血的病人，比如说女同志生小孩以后，生小孩的时候可是就要出很多的血，出血以后很多的就容易出现产后大便难，那个大便解不出来，几天解不出大便来，
它本质上来说是虚了，但是现在是大便难成为透出的矛盾呢。你如果是还不跟他解决大便问题，那他就肚子痛得很厉害啊，胀得很厉害，所以痛胀成为主要矛盾。像这种情况下，那古人认为这是虚症转为实症。我认为实际上是原来邪正斗争以虚为主的，现在变成以邪实为主的。比如我就曾经碰是个这样一个病人，这个病不是我治的啊，是我的一个同学，开始学医的时候一个同学，他什么病呢？治了一个女同志，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这个是结石又跑到膀胱，掉到膀胱里面来了。一掉膀胱以后，他就不知道，反正就请这个医生一看呐、啊，你是石头吧？石头就跟他用这个滑石消淋的药，就吃那个现在打石头的药很多了，就长期就吃这个药，泥水、滑石、什么金钱、这个什么这些排石头的药、五魁啊等等这些排石头的药吃，你小便吃哪几十副，一个石头还是在里面。出不来，并且越长越大了，这个石头越长越大了。人呢吃，因为长期吃那个泥小便的油啊，泥尿的油啊，要泥水嘛，泥水通淋嘛，你人呢就吃的慢慢就瘦下去了，后来就表现为一派阴虚的表现。好，后来他这个没有办法，石头不但没有治下来，越治越厉害了，人呢缓了治出来一身的病来了。原来这个石头嘛，还全身情况可以，好就找我这个同学去看。我的同学一看呢，你这石头反正有那么大了，也出不来了，你现在反正是阴虚的表现，我就跟你治阴虚吧。他就跟他治阴，治阴了以后又吃了几十副药，他说吃了五六十副药，吃药以后头晚一天，这个病人呢情况好了啊，好一些了，肚子痛得特别厉害，小腹啊痛得很厉害，小便呢、啊、会要解小便，好他就去解小便，痛得很厉害，绞痛，痛就是真的就这个小便里面呢就排下来了石头，就像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盐蛋，鸡蛋那个盐蛋大家知道吧，盐蛋破掉了，两块石头解下来的时候破开了，像那个盐蛋呢从中间破开了一样的，两块石头很硬，哎，他把这个石头排下来了，那这么大的石头啊，像个鸡蛋那么大，那到底小便是应该说那尿都是排不出来的，偏偏就排出来了。排出来了以后他来找我了，他要评职称了，我不会写文章，我说你文章你有什么经验没有，我有个经验，我这个病给他治得很好，这么大个石头排出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写。我说这怎么写呢，确实古人只有针嘴行舟，大便出不来的时候针行舟，我说你就针血行石吧，你是跟他滋阴了，滋阴养遗，使精遗多了，这个运化了，起了运化作用，把这个石头排出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原来是一派阴虚的表现，好一点了，突然出现腹部绞痛，小腹痛得很厉害，排出来石头。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实还是虚啊？我认为这可能就相当于虚转实。起码在这个时候实邪正气抗邪，把邪气排出去，这样一种表现，我这是不是虚症转实的一种表现啊？虚症转实，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它是阴虚之实，或者是本虚标实啊，它不等于虚症消实或实症的新出现，就是这个虚症转实啊，不等于虚症就完全消失了。我们严格地说，虚症转实应该是虚症消失，完全表现为一派实症。我认为它不是等于虚症完全消失，可只是实症变成了主要矛盾，而因此常常是一种虚实夹杂，虚实夹杂，有的可能是好转。也有的可能是发展，病情发展啊，要看具体情况了。他不是有刚才我讲那个病人，他可能是真气来复，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阴虚之实，你比如说讲这个血虚了的病人，出现大月经白，
那并不等于说是真气来护抗邪了一种表现，所以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虚实夹杂啊。只能说虚症基础上转为以实为主，这就是我的观点啊，现在是这样一个主要观点。第四节，拔罡辩证的意义。拔罡辩证的意义啊，拔罡辩证我们要了解它是分析疾病的共性。疾病很复杂，很复杂，就像我们人一样的，世界上有60亿人口，各色各样的人都有。那我们来看人，就只看主要，首先要分他一些共性，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是白种人还是这个黄种人，还是棕色人种，你是什么名称？从大的方面来看，那么疾病也是非常非常复杂，我们抓出它一些共同的东西出来，所以它是一些纲领。这个纲领就开挂性非常之高，而任何病情呢都可用这个纲领去开挂，开挂的很高很高啊。那么你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你们不是老的就是少的，是不是？他总是快开挂，因此从病位上、形制上，他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啊，就可起到一个开挂所有的这些病情的作用啊。所以它的应用面广，你任何病都可用拔罡来辨，你不是表就是里，不是寒就是热，不是虚就是实，不是阴就是阳，总是可以开挂的，因此它是一个纲领症，而不是一个主体的症啊。它是辨证的基础，提纲提领，止简于繁，是起这个作用，是起个纲领作用的，这是它的意义。第二个，它主要有辨证思维，它体现了辨证法，表里可以趋于寒热，可以转化，虚实有真假，症候有错杂，这些趋于转化、错杂、因果等等，这按照哲学上来说都是什么问题啊？都是辩证法，不是孤立的、仅止的、绝对的看一件事情，是不是啊？孤立的、仅止的、绝对的，那就是不是辩证法了吧？我们讲辩证法就是灵活的看，看到它在动，它是在有因果，相互之间有关系，所以相互夹杂、错杂、真假、转化，这些问题在哲学看，这就是个辩证法的问题。而我们拔罡里面就充满了这些辩证法。所以我们讲第一节只讲，第二节只讲拔罡症候、表症、里症、寒症、虚症、热症、实症，而第三节讲了好多的关系，错杂、相间、真假、转化。所以由于它这样一连，又相间又转化，又可以有真假，这个病情就复杂，你怎么复杂我都可以，不是简单的表征、里征、寒征、热征那么简单的八个字啊，所以它应用面就增强了啊。第三个，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症，里症我们临床诊断出来，因为它是个开挂性的高，就像我们男人、女人并不是指某一个主体的人，某一个人他虽然是可以归属于男人或女人，但是不能说女人就是指某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主体症。我们的他是个纲，笼统抽象，所以只有一个表症是主体的。拔纲里面我们只强调了表症，它有特征性的症候，其余的里症我们没有举具体症状吧。寒症当然我们举了一些寒，实际上有虚寒有实寒，表现也不完全一样。那么虚症没有讲，气虚、血虚、阴虚、阳虚都可以虚，它的表现不一样。实症它有气滞、血瘀、痰饮、血湿、风寒、土湿、燥火，不一样，因此都是抽象的虚实表里寒热，除了这个表是具体以外，其他的都是抽象的。所以临床它因为它不是一个主体症，
是一个抽象纲领性的一种思维方法，一种纲领归类。所以我们临床辩证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其他的综合来进行辩，不能到八纲这地方就打止了，它只是一个纲领，你一定要深入下面辩，编出一个理证来了，你起什么作用呢？我们当医生当了一辈子，就是编个表和理，表证出来了都是理证，那你就知道啊，你得什么？我医生我得的什么问题？你得的一个理证，你得的一个实证，得的一个虚证，那虚证怎么治啊？我就要补啊，补什么？补阴补阳补气补血不一样啊。所以它不是个主体证，因此应当要结合其他的辩证方法进行辩证啊。这个八纲辩证啊，我们就讲到这儿，休息。